My 交通报告火速更新，带你关心目前的交通路况。根据 West 的显示呢，可以看到目前古晋这里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有包括 Jalan Lapangan Terbang、 Jalan Panrisan， 那去到了西部交通顺畅， Miri 部分呢有 Jalan Miri 到 Jalan Bujut， 车辆是比较多的。等一下5点钟给你带来更新的交通路况。